于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发现现场是一楼 RC 建物，那二楼是铁皮加盖。那屋主表示，他们是在做电器维修的一个商家。到达现场，我们立即布线抢救，二楼已经全面燃烧，那燃烧面积大概50平方公尺，那没有人员受伤受困。目前在4:09的时候，火势获得控制。我们等火势完全熄灭之后，我们会由火调人员来做一个鉴定。